美国知名女演员安海瑟薇出道多年，演过不少经典电影，像是《麻雀变公主》、《穿着 Prada 的恶魔》、《真爱挑日子》等。但安海瑟薇不仅演技好，还拥有好歌喉。近期她参加节目《The Kelly Clarkson Show》，与主持人进行猜歌，没想到安海瑟薇在原唱面前直接飙唱经典曲，超稳高音让众人欢呼，真的太优秀了，怎么可以那么完美啦？Clarkson just missed her own song.